阿林哥这两天跑去台中港去参观预售屋的一个案场，发现啊，这边除了有捷运之外，还有港湾区的一个好处，还有风力发电机带来的一个人口移入的一个红利。你知道吗？很多朋友也已经开始进场买预售屋，预售三年后才交屋，我就慢慢的缴嘛，三万，每个月都3万块这样慢慢的缴，我就当作存钱。来找房子，觉得这边的发展很好，就是想来看这件事情。这在4年前是根本听不到的，大家一听到海线都是不敢来，因为那时候这边还建设还没有起来。可是现在其实已经越来越被区域认同了，大家也都很看好，说这个区块其实是更适合进来去做买房的。而且你说台中市区，你一间两房买下来要多少钱？买下来大概2500万，这边2500万我可以买2间，相对来讲，它的居住空间跟它的舒适度也是更好的。如果你对预售屋的这种投资有兴趣啊，下方发电哥会准备一个连结，未来有发表会啊，或者说明会啊，预售屋新案要开，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去参观案场，去看看这个最新的预售案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。